安全的，不要怕。我很慌。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好像。哎，风好大。他在抖。哎，他怎么在抖啊？啊！师傅，他怎么在晃？没关系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安全的，不要怕。你们七个人一起应该分担了一些恐惧，不会太害怕。主要是我们戴眼罩。啦啦啦！继续 ，bla bla bla。来，别怕，哥保护着你们啊。不就是楼吗？不是桥吗？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对啊，有什么好怕呢？像我跟师傅这么勇敢的人就不会怕。而且有啊，我心脏跳好快哦。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走到哪儿了？再往前一步，好停，好停。请大家慢慢摘下你们的眼罩吧。哎，我有点不想摘。摘下。哎，我也不太想摘，师傅。然后看一下下面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你们都不怕？哦，头发没乱。师傅，这还好。师傅，吃饱。哦。哎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呢？